现在就要跟你提一个个人方面的问题啊，因为我们谈话的都是政治经济嘛，大的问题。我发现您背后的油画呀很漂亮，你为什么喜欢这幅油画？因为我有观众朋友说您的艺术鉴赏方面很有造诣，您能不能分析一下？首先呢，我从小学习绘画，尤其是对这个西方的油画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讲热衷。本来梦想曾经想过要当一个油画家，但是后来这个高考的时候呢，考美术学院，那个时候有一些这个顶尖的油画系，在一个省就收一个学生一年里面，所以呢，我没有机会成为油画系的学生。所以这个梦想呢，今后也许到退休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从事。但是我这个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到世界各个地方看这个博物馆啊、画廊啊，看到比较好的油画，如果经济上能够支付得起，都想把它买下来。原来我在俄罗斯的时候就买了一些俄罗斯的油画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有的时候，哎，有一次我在这个艺术收藏品市场一看，看到这幅油画，眼睛一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非常像我太太年轻时候。穿着那个裙子的样子，因为过去我们经常在夏天的时候一到出去，我看她穿那个裙子，这个背影非常的像，所以我说那就把这个，而且她自己也觉得是有那么点像，所以我说就把这个买下来放在家里面挂着，因为这个房间也是通常她休息啊，进行一点健身运动的地方啊，所以我觉得放在这儿是最合适的。